艾尔莎是水元素女王，让我们为她做一件裙子，一条蓝丝带装饰裙子和袖子。它使我想起一条河，用水晶装饰腰部，整件裙子都布满了亮片，它们看起来像水滴。当然啦，我是水女王，衣服棒极了。艾尔莎住在水下，就像她应该的一样。独角鲸的尤米喜欢水女王，水下的其他人也一样。你可以在海底找到五颜六色的镜片，透过它们一切看起来都不一样。弗洛德，你真有趣，变绿了。有这样的朋友，你永远都不会觉得无聊。但现在该到处去看看啦。从瓶子中取出蜡，用铁丝做一个水龙头，瓶子里装满冰晶和水，西瓜片将制造出完美的味道。在炎热的日子里，它就像个救生员。用绞线包裹线轴，用贝壳装饰，底座准备好了。艾尔莎决定去看好朋友美人鱼玛丽娜，她一直在等她。Hello. 嗯，我需要凉快一下。水皇后做了一整瓶西瓜水。两杯装满了清凉的饮料。好吧，让我们敬自己，海底最美丽的女孩。塑造淋浴间和底部的细节。淋浴间布满了海浪，这是海啸，但太可爱了。安装有闪光泡沫纸做的地板，用蓝银石装饰底部。这个小水龙头非常容易使用，有足够的空间来放贝壳。上面有一个淋浴，架子上有沐浴露和一个洗澡棉。设计师海洋淋浴间准备好了。艾尔莎喜欢干净，她来洗手，为什么不洗个澡呢？水皇后脱衣服，走进了淋浴间。用这种沐浴露可以有很多泡沫。艾尔莎洗完了。哦，洗澡后感觉真好，太放松了，我的皮肤在发光。认识一下拉彭泽尔，她是地球女王。嗨。绿丝带变成了一件短裙，像这样收紧硬纱，她的裙子又轻又漂亮。设计师用网格做出了原始装饰，用树叶系住她的腰，放在她的肩膀上。瓢虫，你在找地球女王吗？抓住我的肩膀。用希尔莎做手套，通过添加藤蔓来做两个辫子，看起来真漂亮。在泡沫纸上切出翅膀，有人拿了一车最好的青苔，够用来装饰翅膀了。加西萨尔麻、黄花和蜜蜂，只为拉力露盛开，非常符合它的外观。地球女王看起来真漂亮，她五颜六色，总是面带微笑。在她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拉庞泽尔就在远处的草坪上创造了一个舒适的地方。她喜欢看花。啊，阳光真灿烂。柔和的树形穿过森林。哇哦，一只瓢虫来听琴弦的声音，多么美丽的生物呀。我们需要这颗带花蕾的藤蔓来做花环，玫瑰和绿色的树枝将很完美。在炎热的日子，每个人都很渴，植物也是。地球公主得到了一些水，好吧，我先给这个植物浇水，它肯定渴了。还有，哦，哇哦，它开花了。拉彭泽尔看了看，这是一个美丽的花环，谢谢大自然母亲，我每天都会戴的，它很适合我。安娜公主变成了火皇后，用红色缎子做一条长裙，做一个上衣匹配。哦，救命，我卡住了。完成。Thank you. 做不对称胸衣，
一群有闪光火焰，脖子上有项圈，手腕上戴着红宝石手镯。Nice。他的腿上有金丝带，翅膀的两侧也闪闪发光。他能控制火，在安娜的城堡里一切都是火风格。哦，这里很热，但安娜感觉很好。安娜的早晨从日出开始，令人兴奋的新的一天。安娜迅速从床上跳起来，开始做准备。首先，我会梳头发，喷几下我最喜欢的香水会带来好心情。我要分享给粉丝，他们已经开始发表评论了。将电线塑造成拱门，还有最好珠宝店里最漂亮的红宝石，有较小的和较大的晶体。像这样的头饰很适合火女王。今天安娜要见她的姐姐。Hello。安娜给了她一束红花。Wow。我也有东西给你。艾尔莎给了她妹妹一个神秘的盒子。哦。里面有什么？安娜等不及要打开了。哦，是一个头饰。你怎么知道我一直想要这个？谢谢你，艾尔莎。打孔机有工作要做了。看看这些心形的洞，圆圈将是一个底部。把 LED 灯放在里面，添加手柄。现在黑暗中总是会有光了。安娜在睡前看书，她的城堡里有一个巨大的图书馆，但她需要更多的光。柔和的光线照满了整个房间。哦，我累了。火女王把书收起来，鼓掌。灯熄了。哇哦，做个美梦。安娜来到了梦之乡。在睡觉时练习很简单，就像现实生活一样，但你可以做更多的事。向茉莉公主问好。嗨。她穿着优雅的缎子上衣，剪一个泡沫纸圈，用剪刀剪，腰部的开口准备好了。穿上裙子，上面有轻织物，用华丽的丝带装饰两侧。这件裙子很适合公主。一条银丝带覆盖着胳膊和腿，将框架塑造成翅膀。闪光包装纸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空气女王的样子是如此纯净和轻盈。茉莉在欣赏春天的花朵，每朵花瓣都喜欢她。公主决定休息一下，但蝴蝶不会让她一个人待着。他们认出了空气女王。揉一些轻粘土，将一块切成小块。棉花糖真美味。打包，我们现在不吃。空气女王飞到她最喜欢的森林，这里的空气太好了。你可以在火上烤棉花糖。太好吃了。我都没注意，我居然吃完了整包棉花糖。做一个捕梦网，用烟斗通条包裹金属环，把捕梦网挂在一个环上，有小绒球、透明叶子丝带和带羽毛的亮片丝带。噩梦被困住了，总是停留在捕梦网的网中。空气女王正在装饰她的休闲区，舒适的吊床可以让最调皮的松鼠平静下来。捕梦网总是不够。Yes。她用一种特殊的技术做了这个，是鸟儿告诉她的。希望这个捕梦网会给我带来美梦。用树枝做柴火，里面烧起来，让大家暖和。公主们围坐在篝火旁，她们迫不及待地想分享今天发生的一切。安娜拿出她的吉他，元素女王们，让我们一起唱歌吧。大家都同意，她们整夜都一起唱歌大笑。你更喜欢哪个元素女孩？评论下方。
给这个视频点赞，并订阅拉力路频道看新的娃娃小创意。